这花的这么大，给它踩，太多是吗？刮的到处都是。我是大的胡哥，今儿中午给他们做个不一样的荤菜。媳妇儿，刚给你中午弄个不一样的荤菜，有的看咸。我摆了点儿土豆点儿、茄子点儿、豆角点儿、尖椒点儿、西红柿点儿，配了点蒜，多猪肉也切成了点儿了。把这个土豆点儿，还有这个豆角点儿，还有茄子点儿都裹下油，茄子点儿要配粉，不炸熟。把这土豆点儿浸好，所有的就都熟了。用老少烤油，放入配蒜、西红柿点、尖椒点，还有多肉点，翻炒。拿适量的水、老抽、酱油、香油、料油，用土豆点、尖椒点、茄子点，还有豉油调味。用水点粉，我装盘儿。这个菜沾油面、沾馒头都非常的不赖。再给媳妇儿炒个炒馒头，锅里来点胡麻油，把四个鸡蛋炒进去，把鸡蛋炒碎，来点胡麻油在。抓点葱花，放入热好的馒头点，一点点盐，再炒酱油，炒馒头就炒好了。而中午的这个菜也不赖。土豆儿、茄子点儿、坏豆角儿、熬馒头。哎呀，这都一点半呀。